这里是太阳下的男人，我是 Ray， 今天就让大家知道工具人都听什么歌，跟他们都喜欢唱什么歌吧。对了 ，Go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怎么忍心让你犯了错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过，让你更寂寞，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我会祝福你，山外的世界有一片蔚蓝。哈哈哈，给你最后的疼爱，是手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，中间隔着一片海。好歌万岁！好，不错啊！辣台妹，辣台妹，我是很高的高音，台北的漂亮的女生啦、啊！哎、欸，辣台妹，辣台妹，耶、yeah ！女神喽！我很好骗，只需要用几滴眼泪。整晚听情歌，睡不着的眼睛。我锁上房门，哪都不想去，头脑没思绪，电脑也宕机，多么希望你只是玩笑离去。 Surprise 度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热爱一份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你平常在工地都听什么歌？当然是听台语歌啊。台语歌，台语歌。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台语歌？上水的花，那是插着心嘛会老花，浪漫的爱，突然间变风吹，不管什么贵了没，我目屎流偌多。永远无法甲苦苦留恋四下街。我问天，台语歌。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。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好的，从这位大哥眼神中看得出他的无奈。三分七处拼。只有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看完以上的影片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谁的歌声特别好听啊？给他爱的鼓励，他肯定是被板模耽误的歌手啦。其实我们工地排行榜第一名的歌是什么歌呢？老师傅听的歌呢？工地有啊，然后是台语的啊，甚至是有原住民的音乐，然后还有江蕙、陈雷。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老歌星，他们的歌、哦、像瑞这种中年大叔的听的歌呢，就是五月天、周杰伦、茄子蛋，然后萧敬腾、李荣浩、动力火车，邓紫棋歌在工地也很常听到，像泡沫啊，歌曲来的时候总是能哼上两句。那还有一些越南鼓啊，它就是有音乐伴奏，但它节拍很快。最近听过最多的也就是所谓抖音神曲吧。那影片最后呢？瑞会希望这个歌唱的点滴可以延续下去，有新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大家看，我也是还蛮趣味性的了。好了，还没订阅的赶快订阅，还没开启小铃铛赶快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一期见，大家拜拜。